今天啊，有些朋友又问了啊，像这种一级啊到顶端两米多高的，怎么样做造型？其实啊，我们做造型之前的话，首先要把中间的多余的枝条给它去掉啊，不要那么多枝条，给它分好枝条，然后在顶端打顶啊。同样，这些中间的一些主干的叶子啊，给它摘干净啊，摘掉不要主干的叶子啊，然后啊，裁了这个枝条多出来的这些的话，先养着啊。啊，如果太过长的出来的话，再给它打顶啊。包括我们现在之前的话，很多切牙啊，这些的话我们都给它打顶去掉了。然后的话，中间这些叶子的话，我们同样也给它摘干净啊。如果要上铝线的话啊，我们每一个枝条都给它上铝线。这根枝条的话是啊，要上铝线给大家去看一下啊。啊，这根枝条的话啊，叶子的话都没有去啊去剪过啊。首先我们先给它摘掉。一丝一挤啊，像这丝一挤的话，给它摘掉。摘掉一丝一挤的话，是为了啊更好上铝线，也是让这个营养养分啊，一直在促进到这个一挤的顶端跟芽点啊。摘了以后啊，就这样子了，光秃秃的啊，只留顶端的一挤啊，包括一些枝条上面还有一些切枝啊，也是这样子。我们上的时候啊，是根据枝条的大小去给它上。啊，我们现在上这种的话是 2.5 的铝线啊，啊，从这里给它绑上来，上的时候啊，用这个铝线啊去巡摇，围摇上来，啊，不要把一级剪进去了啊，啊，一级到顶端，啊，就这样子，我们跟着这个弯形啊，可以铸成 X 形，啊，这个弯了上了铝线的话可以弯啊，这就是一塔了，啊，然后的话我们再给它上啊，旁边的枝条，旁边的枝条的话，我们就用这种小的铝线，用小的铝线的话是 1.0 的啊，同样也是给它上啊，从小的枝条开始啊去捆绑，嗯，枝根也是一样啊，后面还有两根啊，一起给它绑上去。这个枝条啊比较软，然后我们拿的这个铝线啊去巡摇啊去走，枝根也是一样啊啊，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就是一塔了，可以看一下啊。通过以后的话，我们就慢慢修剪，就慢慢成型了啊。啊，同样顶端这些的话，上面这些的话，我们同样也是啊，给它上铝线啊。在上铝线之前的话，我们同样也是给它摘掉一些叶子啊，包括主干的叶子也是给它摘掉啊。摘少了叶子以后啊，我们同样也是给它上铝线啊。啊，一塔一塔的住，每个枝条啊留出来一些切枝切芽的话，就不用去啊剪掉它，留着啊，因为买一个枝条就是一塔啊，这样子留着啊，你看现在留的一个枝条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啊，这就是留出来的然后的话我们这个粗点的枝条啊，我们一样是上这个啊粗点的铝线啊，同样在这里上啊，固定啊，固定给它到顶端啊啊，同样我们也是用这个枝条来打 S 型啊，这样子巡摇弯着啊，弯出来，因为枝头太长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弯啊，然后的话我们就根据这样子弯了以后啊，再给它上小的铝线啊，这样子就是一塔了啊，这样子上了铝线可以随便的弯啊，然后小的枝条啊，同样我们上小的铝线啊，像这种小小的枝条啊，我们就给它上小小的铝线啊，一样给它捆绑。捆绑以后啊，再给它往后走一点点就行了，多余的长的铝线给它剪掉啊，每一个枝条就是这样走啊，叶子太多的话同样也是给它抽少一点，不用太多叶子啊，枝根也是一样，一直都是这样做啊，上铝线啊，如果是这些没有摘到叶子的话啊，我们就把叶子抽出来啊，尽量不要把叶子剪到里面去啊，就这样子啊，长的铝线给它剪掉，嗯，这边还有一根啊，都是这样子做出来了，这就是一塔了啊。然后的话，上面的话每一塔都是这样做，一直做到顶端，可以看一下啊。如果说你们还有任何不懂的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视频端留言，是吧？没关注的话，记得关注一下啊。